我那时候好紧张哦，我就赶快去眼科，然后医师说啊，你这飞蚊症，我说那会好吗？有没有什么方法？他说然后那时候好认真吃哦，麦茶，你知道它是所有茶里面没有咖啡因的，啊，可是它泡起来之后却有一种咖啡因的味道，氛围喝起来怎么样？老板续杯，我可以陪你一起过马路。好的，那我现在扶着他这样，这样是对的吗？有点像老佛爷的感觉。对。周休二日，Go新配，晚间九点跟郑凯云一起健康再升级。